to Feathery Toys. Hello, 你今日玩呢个磁小五装贴纸，打开个盒里面，呢度有一个换衫板，里面仲有可以写字嘅笔板，呢支笔就可以写字啦。呢度有几张换衫卡，可以跟住可以换衫嘅，有唔同嘅国家，有啲都系着住民族服装噶。依就系磁石贴纸啦，有衫同埋裙，仲有头发，张张都五颜六色噶。咁我哋而家拆咗佢先。后面黑色就是磁石贴啦。首先你贴边张先，呢个磁石可以 hold 住张卡，跟住我哋揾翻张卡里面嘅衫。放到公仔度，就下一张啦，我哋企喺后面。依个湖水绿嘅衫，佢连头发都衬埋颜色噶。宇宙的神山山，铺埋个波光神山裙，绿色的头发啊，到下一张。呢个方式裙我拆咗出嚟先，圆点上身衫，绿色嘅帽，佢仲有兔仔耳噶。似古装咁样，红色嘅波波裙。粉红色的头发有两个髻，这个衬布髻因为着短裙。这个裙好靓啊，它有个底是蓝色的。紫蓝色的头发，佢仲有皇冠添。到下呢个啦，呢个韩国衫嚟嘅，一个粉红色的韩国嘅民族衫。
Thank you.